迎收看《给你点上新灯》。今天我们节目就继续来看莲生法王卢胜彦在2012年8月19日白云雷藏寺针对戒律所做的宝贵法语开示。还有几个人呢、啊，在聊天，在聊到门呢、啊，聊到这个门的问题，门。哎，这个甲就讲，我家的门呢、啊、是木头做的。那叫做木门啊，木门啊。然后第二个乙就讲了，我家的门啊是那个塑胶做的啊，化学塑胶做的，那就是塑胶门，塑胶门。那个丙呢就讲，我家的门是铜做的。铜做的，那就是铜门，铜门。那那么丁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讨论妥了，我走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家的人是什么做的？”他走得很远，他回头刚做的，刚做的就变成钢门。这印象很深刻，这个还好，我们白莲大师不是干的人，否则就变成了这个卡神干的莲大师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卡神。都会好记得，只是笑话。其实我们修密法，戒律非常的严，戒律非常的严。曾经有祖师这样子讲：你要护戒，如同护眼。守护戒律，如同守护你的眼睛，因为你没有戒律，就眼睛就瞎掉。因为佛当初的时候啊，这个涅槃弟子问：“以何为师？”佛陀就讲：“以戒为师。”如果不守戒，就是叫做破戒僧。这个在家居士啊，很多受这个菩萨戒。菩萨戒你不守，你就不是菩萨，仍然是世俗凡夫。所以这个很麻烦的。所以戒律真的非常重要。那么大家看这个我们正佛宗啊，有的讲说啊，你们戒律很松弛啊，师父也不讲戒、啊，现在就是要开始讲戒，所以这个戒咒，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，金开两部的部门。借着十轮金刚的护摩，我要讲这个戒律。然后我们这佛宗并不是新的宗派，并不是。我们仍然要守五戒十善，出家人要守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。所有的正佛宗的弟子皈依的时候就要守五戒，那么守菩萨戒，甚至于十四法五十颂、密教十四大戒、密教十六根本部，通通都要讲。还有所有的
所有的这个另外的所谓的善境啊，色善境，通通都要讲的。我们生活中并不是新的，一样要守戒，并不是说哦，你生活中是新的状态，所以你们可以不必守佛教旧的戒律，不可以，一定还是佛教徒，一定要守佛教的戒律。那么有位女士到妇产科医生那里做人工受精的手术，这位女士呢脱了衣服躺在床上，医生就拉她的把她的这个拉着她，就等于是说由那个医生伸出那个咸猪手，广东人广东人讲喊猪手，喊猪手，对不对？行行不行啊？行，你懂咩？这个女士就非常惊讶，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这医生讲，这个瓶装的精子已经用完了，现在所以只好用最新鲜的。这是犯法的，犯戒律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们生活中的新鲜的，但是也是用旧的戒律，一定要守旧的戒律，不能够不如法。一切都是按照这个规矩，要有传承，你才可以传这个法，不然呢，你就犯了偷盗罪。我今天就讲偷盗罪。这个上师呢，没有得这个灌顶，他给人家灌这个法，他就犯了偷盗如来的法的戒，很严格的。密教本身很严格，一个传法灌顶是要招请这个本尊下降到坛城，坛城下降到师尊，师尊拿着这个灌顶班给大家灌顶，就是知会本尊下降到坛城，坛城本尊下降到师尊，师尊在以灌顶法器给大家灌顶，这个才是一个法流，真实法流的灌顶。今天我如果没有招请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下降，然后我给大家灌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，这就是偷了如来的法，手受灌顶不像。我招请哪一尊就灌顶哪一尊，所灌顶的就有效，没有招请的一次灌108顶，那要招请108尊，咒语念的108尊的咒语，所有的同盟要结108尊的手印，要观想108尊的观想，这样子的灌顶才有效。所以灌顶如果没有招请那一尊，你灌那个顶变成盗法罪，就是强盗。所以偷盗我先讲外偷盗
啊，今天呢，你看呢、啊，在这里有一件啊，这个禅衣，他们穿的禅衣啊，这个莲明上师穿的禅衣啊，就脱下来啊，就放在他的办公桌啊，就有人一进去，哎，是莲明上师穿过上师的戒衣，我就摸了就走，回家他也穿了上师的戒衣。这个就是偷盗，啊！你们捡到了钱，如果是说，哎，没有人看到，我就拿去用，这个也算偷。你呀、啊，如果在这个厅走路的时候，有人从后面来骑摩托车抢了你的钱。这个就叫盗，所谓外的形象，偷盗非常多，小偷也非常多。啊，大家晓得的，来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小偷？我不是讲你们这里，外面，外面有没有小偷？啊，有人被偷过东西吗？被偷的举手一下。哦，还是有人被偷。你喜欢被偷吗？啊，不喜欢。你喜欢被那个强盗从后面来先抢了钱吗？啊，不喜欢。就我在经验上是讲，自他不法。你既然不喜欢被偷、被盗，你就不可以偷盗。各位观众，莲生法王卢盛彦将在2013年1月12日台湾雷藏寺主持普巴金刚护摩大法会，传授普巴金刚秘密大法，请您把握殊胜法缘参加。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各位观众，卢盛彦文集继法王的大转世之后，又在隆重推出法王的大传说。针对卢盛彦的前世今生，舍利佛、宗喀巴、阿底峡、赤松德赞等等，他们到底和莲生活佛有何关联？请您绝不能错过新春重量级著作《法王的大传说》。各位观众，癸巳年即将来临，台湾雷藏寺欢迎您登记新年报名安太岁和光明灯，并且祝您一切平安吉祥、财源广进。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这个有一位啊，这个喇嘛就是在讲藏地喇嘛，狮子供养。今天的晚餐那么今天晚餐呢很丰富，失足的钱他就留下来，等他意思是讲等明天后天这个大家菜比较少的时候再加进去供的，这个还可以，但是他忘了。这位喇嘛就下地，原因只在偷那师徒的钱，所以戒律非常的严呐、啊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偷不盗。那么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一天呢、啊。有一个小偷啊，这个一直爬到人家的那个窗子外面，啊，蹲在那里等那个主人睡着。那主人夫妇啊，就睡的时候啊，这个窗子突然间，风吹过去，窗子打开。这个男主人就讲说。哎，我们上去这个睡觉的时候啊，这个门窗没有关好。
那个女主人就讲说，可能有小偷。这时候这个小偷就站起来，不是我推开的，是风吹来的，是风吹开的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还是有小偷，对。所以这人间呢、啊，有形有相的偷盗不可以做，尤其是偷三宝的东西，偷三宝。哎，看那个小佛像，前面那个白色的佛像，非常的庄严，看得很喜欢。等一下上位的时候啊，大家有一些外地来，就是来看一下坛城。大日如来坛城，看，伸手，什么来见面也没有看到。他说：“反正这个是供养的嘛，为妻一样供养他。不行的，偷三宝之下金刚经，不能以为说我偷了也是供养，放在庙也是供养，同样就是供养，你就偷了，不可以。”劫不能偷，像我母亲呢、啊，本来有几颗舍利子，就放在西雅旁边暂时，不知道如何，竟然没有。难道舍利子会飞走吗？有可能呢、啊，是我母亲把它收走，只能这样子想。不然哪把我母亲的舍利子，那是犯偷盗罪。从底下移到上面去了，刚开始在下面，他现在移到上面去了，很多年前移到上面去了，还在，我没检查，啊，你没有去查，阿弥陀佛，现在有，还在，哦，还在啊，那还在好了，他自己飞上去了，那不算偷盗罪。偷三宝，偷舍利子，偷施主的供养。然后我讲过一个笑话，我们这个中国做的阿谢莲很可爱，他是怎么样的？我以前在做舍利金刚法会，林国奇跟我讲过，这个。有很多上师啊，代表师尊到世界各地去弘法，到世界各地去弘法。那么有时候师祖就讲说，这个上师将来一定会见到师尊，那就包一包供养上师阿些莲，然后一包供养根本上师啊，供养莲生活佛，这一包供养莲生活佛，拜托你带回去。供养师尊，那很多的上师出去弘法，大部分有些弟子就把供养师尊的供养就交给了上师带回来给我。这个上师啊，到处去弘法，但是始终啊，他也没有回来。这供养啊，出去14年，从来没有回来。这个。他人家给的那个师尊的供养，他也忘掉到底是哪一包师，哪一包不师了，良心不安呐、啊。总是我们上师都是有良心的，良心他也会不安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说这个人家供养师尊怎么办？说没有关系，反正师尊无所不在。那无所不在，我把这个 money 啊，供养金啊，往上面丢，师尊就会拿走。师尊没有不想拿了，他就掉下来了，是吧？这个不行啊，这个是不对
对的无形的，你供养无形师尊纳受，你供养有形，你要把有形的东西拿到师尊面前，这个才就是脱三宝之物。供养师尊的啊，马马虎虎啦，画个签，师尊会认得签签的，这个签签画得很小，画得很大，他在家里画一个签签，他跟师尊这样子讲，师尊啊，这样子，人家供养你的，因为我有很多人没有见过师尊，那么人家供养的到这样子好，如果师尊你要给我，这个钱一丢啊，就在签子里面，如果丢在外面的，表示师尊掉。就是他签子画得很大，他丢了全部都在签子里面。这也是犯了偷盗罪啊。我不是想买个上书课听说。我们这里的都是很有善念，很有善根，有善心的，也有很久没有来见师尊的，师尊都忘了，他突然间出现的时候会忘了，哎，你是哪里来的上师？师尊年纪大了，快七十了，年纪大了，这个健忘症啊，怎么会有出来这个上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难免有啦，有些是有供养，一年见面一次，给100块美金的很多。谢谢大家，100块虽然是不是很多啦，但是也不错了。他知道供养师尊已经很难得。我不是讲你们。师尊刚刚那个宣仁法师讲说，像人家是那个什么的舍利持戒舍利花在。哦，宣仁法师他讲，我妈妈的舍利子确实被人家拖到，但舍利花还在，舍利花还在。舍利子已经没有，就是拖到罪。还有一种拖到罪，我不是讲了吗？你没有学到这个宝，你灌顶这个宝，你没有招请到本尊下降，你灌顶这个宝。事实上，在皈密教皈依上也是不稀可，不足法。但是因为这个上师本身阿赛雷，他懂得仪轨，他用了他的心力去招请这个本尊下降，用了心力去招请，他不知道本尊有来没有来，这个是如法的。因为上师阿赛雷他的修行也不一定能够成就到能够知道本尊下降，所以阿赛雷用了很多种，就是最初的阿赛雷，金刚阿赛雷，大金刚阿赛雷，大慈明金刚阿赛雷，四种阿赛雷。到了第四种，不管你怎么供养，哪东西供养，你在供养的时候啊，你是匆匆忙忙的，你就开始供养了，供养上师、三宝、佛法身，供养上师、佛法身，供养上供四性。下供六道众生，因为你肚子饿了，很急，很急，没有专心的在供养，你没有仔细的一一观想供养，你
你就吃了也犯了偷盗罪，密教的偷盗罪严格到什么程度？你每天都有化食，你今天懒了，我今天不化食，我挤满不出去，所以今天不化食了，犯了偷盗罪。我今天平时我有修法，但是我旅行在外，在后天我不修法，在飞机上我不修法，犯偷盗罪。哦，密教的规矩啊，你想，你以为偷盗罪很简单？我不偷人家东西，哎，我没有犯偷盗罪。错了，你是密教的弟子，你今天没有修法，就犯了偷盗罪。更加严格的，你的今天的气呀、啊、不足，脉也不通，那么明年你也斗虚，你也犯了偷盗罪。这个修内法的，你修内法的，你没有修气，你没有修明点，你没有修脉，没有修着火，也犯了偷盗罪。严格到这种程度啊，我不讲啊，你们不知道，这讲了、啊、你们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犯了偷盗罪那么多。赶快忏悔还净法。那你们今天来净法，你们有没有修法？你们有没有这个念大日如来的咒啊？嗡别扎达如幡阿吽那吽喀。你们有没有念啊？你们懂不懂手印啊？一个是说法印，一个是五十印。